第一个，我们要下载资料。我刚刚讲过，就是在云端这边这个连接点一下 ，OK。第二个话要怎么下载？我底下其实 DVD 这边都有步骤。第一个是下载网址，从这边。那我上礼拜讲过，你可以利用 import 这个 request 里面的 get 方法所以我把这几行先复制一下那我再开一个新的模组把这个模组贴上。第一段就是先把汇率资料先下载下载之后的话，把它 print 出来。那基本上这个连接底下这个连接实际上这个连接实际上就指的是哪个连？指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连，在每日汇率的这边这边有一个有没有检视资料？它其实就是这个连接所以其实我就把这个连接复制一下 ，OK。另外的话呢，我们的编码方式上礼拜也提过了，编码方式的话基本上你要看一下，理论上都是 UTF8。但是呢，它这边却不是 UTF8 那表示说它可能是资料产生的话是用微软的一些工具，像 Excel， 它输出就是 Big 5。那如果是 Big 5的话，你就要编码方式要稍微改一下，你就不能用 UTF8。所以底下这边有一个编码 encoding 有没有？那这里的话记得你就要把它改成什么 CP950。那网址的话贴到这里，所以 get 这个网址的东西。那编码方式呢，我就用，因为它是 Big 5。所以我 encoding 就把它改成 CP950。如果你没改的话，输出可能看到的结果会是乱码。OK 那我们把它执行，所以把它 print， 你可以看到把这个抓到的资料呢，帮我把它 print 出来 ，print 到我的右下角控制台你可以看到，马上就可以帮我把网络资料抓下来，就完成第一个步骤。但是第二个步骤因为我们需要绘制什么？绘制美元的折线图，所以其实理论上我不需要这个后面这几个栏位，从人民币到新台币这几个不需要，我只需要哪些资料？就是日期，第一栏跟第二栏所以里面好像我记得有11栏，那我只需要前面两栏，所以我要怎么样把其他的资料去除掉的话那这个地方的话，当然我们就可以第二个部分我们就是只取后面的栏数的话，那这边特别注意第一个我需要把资料做切割。那切割的方式我们可以用一个 split 的一个方法。这个 split 有点像那个这个什么了？Excel 里面的就是叫资料剖析啦，有没有？如果你有用到 Excel， 你就知道说里面有个资料剖析。那剖资料的话，你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去剖这个资料，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资料的话呢，假设啦，我只要什么，我只要前两栏，所以第一个你会发现我需要剖的部分呢，第一个是每一行的尾巴，所以呢按照什么呢，按照它尾巴的换行，所以理论上这边尾巴的部分一般是反斜线 N 的在 Python 里面的换行是反斜线 N。 那我上礼拜讲过，如果它是用微软的这个软体做出来的，它换行可能会多一个叫反斜线 R， 反斜线 N。OK， 那我们假设不知道也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先用什么？用切割的方式切一次给各位看啊，底下就只取两栏，切割换行部分。那切的方法的话，我把这个先把它 Ctrl C 一下。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我要切割的话这个可能比较难一点，就是说我要切我可以用那个 split 的方法。当然我假设我后面就给他什么了？给他用那个换行。我如果不确定说他是，换行是反斜线 R， 反斜线 N 还是只有一个反斜线，那我就先用反斜线 N 好那再来底下，我这个底下这个回圈先把它关掉。那我再来就是把它 print 一下，我先输出一下，看结果 O 不 OK 所以呢，我按照它换行先切割一下。那你执行之后，你会发现print 这个串列。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串列得到的结果就是把我们刚刚的这一些行全部变成一个串列。那这个串列的开头在这边有没有大中括弧？然后呢，这个就第一栏，第一栏的话其实就是栏位名称。不过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尾巴，奇怪，怎么会多一个反斜线 R？ 显然怎么样，它的换行其实不是一个反斜线 N， 而是一个什么反斜线 R 加反，所以这里的话，请你再加一下反斜线 R，OK， 那我们就把它做一个切割，再 print 一下。那你可以看到输出的这个串列
得到的尾巴，哎，就没有那个反斜线稿了。那你会发现这个是第创列的第一个，哦，啊，编号一定是0了哈，这个是0。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取资料的话，那这个 list1的第0个，第0个的话，其实就是这个资料。那这个是第一个，第一个应该是哪一天的汇率啊？哦，7月1号的汇率。那再来就7月4号，哦，可能是遇到那个假日的关系哈。 然后一直到底下，底下的话呢，你会发现它资料其实是2022年7月1号有没有？一直到20，对吧？22的8月16 ，OK， 8月16哦，哎，到今天嘛哦，所以这资料，但是你可以看到最后有一个地方可能要小心的，哎，它这个蛮奇怪的，最后居然多一个空的资料。 那这个，如果你没注意的话，哈，你把资料取过来，它里面空的，你这样画折线图变成，哎，画一画，突然有一个资料往下坠，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变成它可能取到空值，哦，所以呢，我们假如说哈，我要取资料的话，基本上0可以避开，那尾巴这个的话，哈，那也要避开，哦，所以我如果要把资料取出来，而且取到的资料呢？ 哎，是前2栏，那我可以再写一个回圈哦。这个回圈的话，基本上哦，就是 for i in range 哦。range 的话，意思说从这个资料里面第几个了哦。那当然，如果你从0开始的话，就取得栏位名称。那栏位名称不需要了，所以哦，把那个0改成1。意思就是说我从哪一个呢？从那个7月1号的资料开始取，然后一直取到最后一个。 那最后一个特别注意啊，因为我这边有一个空的资料，哎，那空的资料我不能全取，所以一直到全部，啊，记得后面都有个减一，那这个减一实际上哦，就是因为我要避开最后一个，因为这个资料不需要了，所以如果你们要减一的话，它会把这个空的资料也取过来。OK， 所以哦，如果你在这个数字哦，其实它的范围，那再来的话呢，我就是取所有的资料，不过取所有资料哦。 哎，如果假如呢，我这个地方哈，我这边先把它注解掉。如果我今天呢范围 OK 了，那如果我取的资料，哎，假如是把 print 什么 print 这个 list1里面第几个的话，那我可以让这个串列里面的第中括阿虎嘛，那里面的话我把它放 i 就可以了。那意思说我 print 出来哈，我要第 i 一个 OK 哈，那所以呢，它应该会先取那个7月1号。 然后一直取在7月4号、7月5号一直在推哈，一直到应该是8月16号的资料，我把它 print 一下，看结果是不是我们要的。理论上，哎，这个结果呢，哎，就应该没错。OK， 所以你会发现，上面这个可以关掉，这个 print 可以关掉，我把它执行一下。那各位可以看到哈，取到的资料就是7月1号，有没有？哎，然后一直到8月16。 这个范围区间资料就是我们要，可是哈、哦，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这里其实栏数太多，我只要前2栏，有没有？前2栏的话，哎，那该怎么再把前2栏的资料留下来？所以如果你要再取前2栏的资料，那记得哦，底下还要再做一个切割的动作，一样啊，有点像资料剖析嘛。如果你把这一串资料哦放到那个 Excel 里面的话，一样嘛，资料剖析嘛，剖完之后我要前2个保留前2个，啊，可是，在 Python 要怎么样把前2个保留下来？哦，接下来的话，一样的道理。那这里的话，我习惯哦，一样用 Split， 所以哦，底下这2行就是我们要做的。那实际上哦，就是把刚刚的这个 list 哦，这个 list 我先把它 delete 掉，这个 list。 OK， 就是刚刚的这个资料啊，指的就是我们刚刚，比如说取第一个是7月1号 ，OK 哈，有点像是把这个资料哈先做切割，那因为它的分隔符号刚好是逗点，所以呢，我把这个什么，把这个逗点把它做分隔，所以你跟他讲说 split 哦，帮我按照这个逗点分割，那分割之后的话呢，它就会产生，我前面用一个 list 2去接它，所以切割完之后呢。 假如说它有11个栏位，然后它就会切割成11个个别的资料，然后放在这个 list 2里面。那如果我今天要只要取前2个的话，那特别注意哦，它的编号呢一定从0开始，所以这个是0，这个是1，所以我只要什么得到0跟1的资料，那其他都不要了，它中间一样再帮它加个逗点隔开就 OK 了，哈、哦。所以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哈、哦。
我这个先注解，我先把所有的啊，我先取全部的，假设我先把那个列十二切割的结果，我先秀给各位看一下。假设我今天呢是列十二，哦，那你可以看到它切割出来的结果，哎，就会长这样，有没有？就是把刚刚上面的资料变成一个串列，那这个串列的话呢，变成这个分开，这个是日期，日期嘛，然后这个应该是美元的汇率。 这个应该是人民币的汇率，有没有？然后欧元等等。OK，好，其到其他。那可是我只要前面两个，哦，那特别重要，这个编号一定从零开始，所以是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所以应该十个栏位，哦，应该这个应该是到九了。所以以后如果你假设要取里面的，不一定是美元的话，你可以改一下，所以后面请各位自己稍微改一下。 那如果我想要美元的话，那我切割的方式哦，就是把什么把那个列十二哦，这把这行删掉哦，我只要列十二的第一个栏位就是零，所以只从零开始，再加上逗点，有没有？然后再加上什么？加上这个一就是美元汇率，然后把它 print 的结果给各位看。所以呢，本来有十个栏位。 现在的话呢，得到的结果就两个栏位，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的话呢就是日期，哎，有没有？那这个的话呢就是美元汇率。那再来下一步的话哦，如果我要绘图，那我就可以什么，把日期放在一个串列里面，哦，然后呢这个美元汇率放在另外一个串列，然后就丢给那个绘图，啊，读取 x 轴跟 y 轴，那这样就可以帮我把这个图给绘制出来。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哈、哦。那相关的程式嘛哈、哦，在云端白板，各位可以找到第六页。OK， 好、哦，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一下哈、哦。